咁當然我喺上一次嘅發言嗰度咧，就係覺得呢個梁振英咧就成日外訪，好似一個援交特首咁，而且咧佢外訪咧非常之神秘，冇交代到咧佢去做乜嘢，帶邊個官員去。咁所以我覺得我懷疑咧佢啲外訪咧係毫無成效嘅。咁我就初頭咧就話要減佢一半嘅人工啦，即係六個月嘅人工，因為佢成日走咗去啊嘛。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針對佢嗰個外訪開支嘅，即係話咧係唔俾錢佢外訪，唔俾佢外訪嘅時候咧，佢就要每年咧就要俾150萬去外訪。咁我相信咧佢就唔會亂咁嘥錢。嗱，你咁聽落去咧固然有啲係荒謬，但係我哋嘅行政長官由佢喺署任嘅時候，即係由2013年4月1號到今年2014年嘅2月28號呢，佢已經係用咗呢2,937,630元去外訪㗎喇，係非常之可觀嘅數目。咁如果我將佢呢一個嘅外訪開支係削減咗嘅時候呢，就會即係能夠避免到呢一種浪費嘅跡象。咁呢個就係我對於佢嘅外訪開支嘅一個意見。咁而另外呢，我而家就會講到呢另一個呢，就係關於呢個行政長官嘅薪酬嘅問題啦。咁呢行政長官嘅薪酬呢，就係我係講緊呢個修正案編號第20號，即係由我動議嘅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000依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5,056,752元，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的薪酬，包括薪金及非實報實銷酬詐津貼的全年預算開支咁樣。點解要咁樣做呢？主席，你都係做生意嘅人，你請個人返嚟梗係做唔做到嘢㗎嘛。我知舉例一樣都無謂講咁多啦。就係講呢一個如果一個打工仔嚟見工嘅時候呢，佢話俾你聽我識做乜嘢，唔識做乜嘢，我做過乜嘢，咁你就會聽咗之後請佢。如果你上咗公司後你發覺佢唔得嘅呢，咁你有兩樣嘢就炒咗佢啦。但係而家我特首炒唔到㗎嘛，所以呢就要減佢人工。好簡單，我只係講一個問題，就係講呢個好多打工仔，尤其是工聯會我哋嘅本會嘅同僚呢，黃國興而家返嚟啦。咁呢就係講呢，就係話佢哋點解會投票俾梁振英選佢做特首呢，就係因為梁振英呢係好清楚提及咗兩樣對呢一個勞工呢界呢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就係呢制定標準工時，即係立法。第二就係取消強積金嘅對沖機制咁樣。主席，呢個梁振英上台呢就已經有兩年啦。兩年。佢嘅任期係5年。我哋先講呢一個制定標準工時呢一方面。梁振英嘅即係競選綱領就講明呢係會立法做呢樣嘢嘅。而家呢佢就話我整個委員會去睇下做唔做呢樣嘢。咁換言之，即係話呢佢喺任內做唔做呢樣嘢呢係唔知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呢，佢已經係唔符合即係一個打工仔去見工之時呢係對老闆講嘅嘢，因為我哋係佢老闆㗎嘛。即使我哋唔係直接請佢，都係搵咗1200個人返嚟請佢㗎嘛，即係投票俾佢㗎嘛。呢個標準制定標準工時嘅緩慢呢係非常非常之令到呢個勞工界而家非常之無奈亦都鼓噪嘅。咁但係既然呢個工聯會唔提出嚟，咁我捱義氣啦，梁國興係咪啊，你又話我
即係呢個拉布啦。咁阿哥，人哋呃你，人哋走你數，你又唔出聲。而家我就唯有用我嘅發言時間幫你講啦。咁我覺得梁振英嘅施政報告裏面咧，嗱，佢喺呢一個競選綱領去到施政報告咧，都冇改善到一樣嘢嘅喎。呢個制定標準工時嘅立法咧，係完全冇一個時間表，係唔知道幾時會做到。好啦，呢、這個又唔計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又工聯會咧，又喺度講嘅嘢，就係話取消強積金嘅對沖機制。咁當然呢個我哋知道咧，資方嘅即係呢一個香港嘅資方咧，對呢樣嘢咧係非常之唔願意嘅，因為佢認為咧當日設立呢個強積金嘅法例嘅時候咧，係講明佢哋咧係可以將佢哋嘅供款嘅嗰部分，即係人呢個工資嘅5%咧，係可以嚟做對沖呢個長服金啊同埋遣散。嗱，但呢個問題由呢個強積金嘅法例實施到而家咧，已經14年。我哋睇到呢個問題咧係越嚟係越嚴重，係令到咧好多人咧係頭崩額裂。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我淨係講翻政府自己嘅數字。呢個強積金由2000年12月實施到2012年嘅9月咧，係有幾多錢係被對沖咗咧？係有1,876,600,000元咧，係累算權益係被對沖，即係話咧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面咧，係有好多打工仔咧，原本應該係依賴資方嘅供款，去到佢呢一個退休嘅時候咧，係可以有一個相對安穩嘅頭嗰幾年嘅退休生活咧，係沖咗去啦，俾人哋嗱呢一個咁樣嘅問題，當然係唔能夠唔制止啦，係咪啊？嗱，舉一個例，一個月入10,000元嘅僱員，如果假設佢每年加薪係5%，由2000年12月開始工作到2013年12月離職咧，應該得到長期服務金係155,000元嘅。但係強積金僱主供款累算嘅權益咧就達到137,000元，咁對沖之後咧只可以攞翻咧18,000元，只係實質上攞到10%嘅長服金。嗱，呢一個咁嘅計數嘅方法咧，係充分顯明咗，如果梁振英佢真係關心呢個香港勞工階層嘅話咧，佢其實係應該喺上任之後咧就即刻做呢一樣嘢。但係我哋而家睇唔到呢兩樣咁嘅嘢咧，我就覺得梁振英已經顯示咗咧，佢係冇去為呢一個基層嘅權益咧，勞工嘅權益咧係做嘢。咁呢兩樣嘢，第三樣嘢咧就會講到就係有關即係呢個我所謂坊間講我拉布嘅原因，就係全民退休保障嘅問題。呢個全民保障問題咧，我喺呢一節裏面咧只係略略講一講。我只想陳家強局長係注意一樣嘢，因為喺呢個梁振英嘅競選綱領裏面咧，佢係講咗一段咁嘅説話，就係話咧要喺適當嘅時候咧考慮去這個累積一個養老基金。 OK 明啦，咩叫適當嘅時候呢？而家已經係佢上任第2年，就嚟已經開始第二年，即係過咗2年啦，即係開始緊第3年啦。一個特首做5年，2年半就到啦，佢都未去做呢一個佢自己講嘅所謂要喺適當嘅時候去累積嘅養老基金。相反嚟講，陳家強局長，你個老闆曾俊華話我恰佢嗰個，佢恰老人家
這個特首就說要整一個適當時候做一個累積養老，累積啲養老基金嚟做改革。嗱，今年佢做咗改革，得40億，即係唔夠錢啦，或者佢唔想攞錢啦。咁你個老闆曾俊華而家唔知去咗邊，可能去馬會啊。今晚又成事。嗱，喺第三年啦，一個財政司嘅司長竟然間走出嚟打呢個特首嘅荷包，就喺適當嘅時候，我而家要做一個未來基金。未來基金而家大約有2300億，就點嚟嘅咧？就係土地基金。嗱，我就想係攞500億出嚟做一個養老基金。個養老基金就同呢個梁振英呢個特首嗰個所謂累積養呢個全民退保基金同呢個累積養老基金咧，係某個意義上係相同嘅，唔係同一樣嘢，因為全民退保就唔包括，唔等於其他養老嘅問題都解決咗嘅。好啦，問你攞500億，攞咗兩年，今年都繼續喺度攞緊。咁你話特首係咪失職咧？特首自己話要做嘅嘢，或者適當時候做嘅嘢，你任期已經過咗一半啦，你而家都仲唔去攞，就俾佢個手下打荷包，就壓住啲錢壓咗先。2300億啊！小弟喺度講到口水都乾，日日俾人鬧，俾黃國興喺度又咩鬥士鯪魚啊，又午餐肉喺度話我喺度阻住個地球轉，其實都係為咗咁啫嘛，係咪？就係希望梁振英特首係能夠實踐佢嘅諾言，喺適當嘅時候去累積一個養老基金。好可惜，今日我哋辯論呢一個嘅財政預案，阿曾俊華喺佢最後尾嗰段喺最後尾個篇幅嗰度咧，就講到未來基金，就同我講嘅嘢，亦都即係同特首講嘅嘢係南轅北轍，仲要攞多啲。嗱，主席喺呢一點上面，梁振英面對住呢一個曾俊華咁橫蠻嘅嘢，佢未必需要學我咁樣揾金獅子掟佢嘅喎。佢只要出嚟講一句，佢話呢一個曾司長講嘅嘢咧係佢嘅意見，但係我現在咧其實有另外一個意見嘅。我講嘅未來基金，即係我認為嘅未來基金咧，其中必然係應該包含我喺我嘅競選綱領裏面嘅所謂喺適當嘅時候係累積養老基金，咁就發達啦，大家。咁我就唔使拉布啦，係咪？主席，搞到今時今日咁樣，你話我有乜辦法係俾錢呢個梁振英咧？如果我要俾錢梁振英嘅話，梁振英就要應該咧，阿曾俊華冇糧出嘅。所以我喺下一節咧就會講點解曾俊華係應該冇糧出嘅。多謝主席。